入夜之后的天气状况，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的狮子牡丹跟满洲低温22度，高温是来到了27度。台五来一个春日最低温21度，高温是维持在28度，云量偏多的一个现象。三里门雾台一个马家最低温18度，高温也来到了28度。高雄的原乡地区低温19度，地点是在南麻下，高温是来到了27度。嘉义大里山温度是落在13到25度之间。南投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10度，地点是在仁爱，高温是来到了25度，留意短暂的雨势。台中的和平温度是落在16到26度之间，同样留意短暂雨势。苗栗的原乡低温19度，地点是在南庄，而高温是来到了26度。新竹的原乡地区最低温15度，地点是在坚实，而高温27度。北部地区来跟复兴低温19度，高温27度，留意短暂的雨势。宜兰的大同跟南澳低温19度，高温28度，多云的天气形态。花莲的部分形成花莲市跟吉安低温25度，高温29度。秀林跟万荣低温19度，而高温29度，留意短暂的雨势。寿丰跟丰滨低温23度，高温是来到了29度。凤林、光复跟瑞穗低温24度，高温28度。花莲南区的部分最低温12度，地点是在左溪，而高温是有29度。台东的海岸线低温25度。而高温是来到了29度，留意午后的雷阵雨。纵谷地区低温19度，地点是在海端，而高温28度，云量偏多的一个情形。鹿野、台东市跟卑南低温22度，高温是来到了29度。南回地区低温20度，地点是在金峰，而高温是来到了30度。亚美岛主人的蓝雨温度是落在25到29度之间，注意午后雷雨。外岛的连江、金门跟澎湖低温26度，高温是来到了29度。